2024丝木鱼，丝木鱼又来了。哎呦，我的丝木鱼啊！什么鱼了哈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您敢知影倒位有鱼啊好钓？我的钓点无几个，拢位岸边在钓鱼，钓鱼真趣味。本节目则加减看啦嘿。我的钓法真简单，珍珠钩与鱼鼻钩钓法。若有兴趣，再来加减学啦嘿。这哪里钓的呢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四斤的，四斤，哎，四斤。哇，在这里钓了。哎，四五斤的，就四五斤。勾起来，哇，丝木鱼的朋友了，叫乌鱼了。丝木鱼的朋友了，叫乌鱼了。丝木鱼的朋友来了哈，我刚刚放两颗了。哇，你搞到乌鱼的朋友了，丝木鱼啊。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。我放两颗了，你们我一来你们都中了啦。乌鱼的朋友，丝木鱼啊！嘿嘿。林边来的林先生，林边来的林先生，哦，要当捕手了，哦，个老少啊，林边来的林先生。林边来的林先生啊。林边来的林先生啊，你把人家鱼差点搞掉了。林边来的林先生，钓鱼三档五档。哦，老妹呢？最后的，最赞的。
好水哦，老黑仔。哇，到底会不会得分呢？洗帅洗帅，勾到眼睛了，到一只哎，蓝尾巴的嘞，三只哎，它多三只，是猪猪。哦，捉起来，捉起来。捉起来，钓了，卖个钓啦。准备得很，啊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。哦，蓝尾巴了。哇！今天拢蓝尾巴了。蓝尾哦。嗯。真的，怎么好用？你边来的林先生呢？是乌鱼的朋友了，是木鱼来的了啊！哎，看看你们。石磨鱼的朋友了哈，乌鱼，乌鱼的朋友叫石磨鱼，通通有了，朋友的朋友。是你的，各位来，要我的，各位来。难为了。石磨鱼了，林边来的林先生了，啊，林边来的林先生，你丫头有效嘞，哇，你绑那个什么钩啊？啊，哇，你绑那个什么钩啊？我们最佳捕手林边来的林先生了，葡萄，葡萄，看你我挂一下，你要挂起，你把等啦，葡萄，葡萄的，对，怪物来。
你别来的，李先生，接上主题。 现在弄真弄了，介绍初级啊。啊，老。乌鱼的朋友了，叫石木鱼啊。